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闲观》。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其实家里面可以多放一点跟医疗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图案图画，那么让小朋友产生兴趣出来。譬如说放这个，小朋友会觉得说这奇怪，这是什么东西啊？就跟他讲，这是我们的大脑，这个大脑会发育的，它需要好好的一个空间去成长，所以你要吃的多一点，这个脑这个头壳啊可以扩展，那脑筋在里面它可以发育啊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皱褶啊，那理由是什么？让我们的神经细胞它能够更多一点，可以存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发挥它更大的功能。那其实爸爸妈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也可以了解说，我们除了解剖上的某个名词，知道这是额叶，这是颞叶，这是顶叶，顶叶这个地方跟我们运动感觉有关系，枕叶这个地方跟我们的视觉有相关以外，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爸爸妈妈自己也可能够了解到事情，它分配的比例到底怎么样子？顶叶大概占19%。颞叶占22%，所以我们胡思乱想，我们有时候会想一些有的没有的，这个22%情绪啊，相关的这些占的比例也蛮大。那枕叶18%，好，那额叶占的多少？额叶占的一个比例是41%啊，所以表示我们额叶这是非常重要，不然它干嘛给那么多的一个空间啊，物资需要量也很多去支持它。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配合，我们要去学习，我们要去跟这个社会融合成一体的，是需要额叶的，所以要守规矩啊。所以小朋友，你要守规矩，就是因为你脑袋这个占比例，那爸爸妈妈也要守规矩啊，所以都可以学习到蛮多的东西啊。所以额叶相对我们有额肌啊，什么叫额肌啊？额肌就是在前面，额叶这个地方，我们在大脑，那是在大脑里面，我们在这个脸上面的这个表情肌里面，外面这里往上抬的时候，这个拉上去的时候，我们这个前额会往上一点，那这就会出现皱纹。所以我们的皱纹啊，这个抬头纹啊，这个在我们的前额这个地方啊，就是因为额肌啊长久需要做这样动作的一个结果，它就会使得那个皮肤啊受到这样子拉扯、拉放松、拉放松的一个结果，形成一个水平的一个痕迹啊。肌肉的走向是纵走，但是皮肤的拉出来的一个痕迹会是横向的。那这个告诉我们，就是岁月这个痕迹啊。这个皱纹呢，这个也告诉我们说，曾经有过的一个笑容啊，在这个位置啊，这个马克吐温说的，这个显然也有他的一个皱纹，跟他的一个曾经有过的一个笑容，在这个位置啊。啊，大家看这一幅画，巴特尔贝哈姆，德国的一位画家，他画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他眼神是很专注，没有错。可是你如果觉得他又心思又被什么事情所占据了，他好像看着你，但是心飘在别的地方，似乎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这个男生到底是在做什么？请您从这一幅画里面去猜一下，他是做什么行业的？这个男呢，穿的衣服很朴素，显然不是什么达官贵人啊，但是眼神呢，这个有透露出那个在想事情的，所以大家想说是不是哲学家啊等等的一个状况啊，但是他的一个解读的密码是在前面这个地方啊，前面那个地方我们再放大给大家看，有数字啊，他在玩数独吗？还是什么东西啊？他是解数学的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数学家。所以数学家要有那份的一个这个专注投入啊，这是让人家很谦卑的事情啊。可是大家都会觉得这个数学还是反正呢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啊，能够尽量不要这个跟他扯上关系就好。其实不然的，任何事情我们学数学干什么？并不是为了我们去解什么几何的一个困难的一个题目啊，让我们对于逻辑、对于一个事情的一个看法，有它科学面的一个支持，有它一个客观面的理解，不要只是主观的一个认定的时候，我们处事待人，它就自然就会比较中道。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一个知识，来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真正的乐观。快乐的有各种不同的一个资讯告诉我们说，我们做这样是对的。这个其中数学、文学这各方面的一个学问都是有它这样的一个功能。好，提到数学，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数学家他讲的话，他说怀疑是智慧的泉源。哇，这个
这个数学家厉害，讲得很有道理，也有点哲学家的味道。他说阅读名著有如和过去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这个显然告诉我们要多念书的意思啊，有他很好的一个道理在。这到底是谁讲的？这个如果你从英文可以读出这是谁的话，那也显然蛮厉害的。他另外讲的也有我们值得很深思的地方。没有知识的人总是爱议论别人的无知啊，你总是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这个头脑这么差，也是自己是有问题的。知识丰富的人却时常发现自己的无知啊。越会觉得、哦、我所懂的只是沧海之一粟啊，一点点小地方而已啊，那个根本这个需要再去努力的地方很多啊。这位人士他讲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叫“我思故我在”，笛卡尔，法国十七世纪的这位哲学家，他也是数学家，他也是、啊、科学这方面去验证的实验论方面去推动的。意思就是我们到底有这样的一个知觉，它背后神经传导的系统是怎么样子。那这个显然你看古代的这些人，他是其实是多才多艺啊，各方面都有，不只是只是科学，他连哲学文学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造诣啊，跟投入啊。他讲的一句话，我们有一个好的心灵，我们有那份的一个好心肠，这还不够。 It is not enough to have a good mind， 只有一个好心还是不够的。要有什么东西啊？ The main thing， 重要的事情是 use it well， 我们要好好的使用它，这个才是重要的。有好心也要有好的行动力，去把这一份的一个关怀能够实际上运用在这个社会或者是别人身上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把那个心跟这个执行的力量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才是完整的这个呈现，而不是只是一部分的这个这样的一个问题一部分的一个问题而已啊。所以这个能够好好去使用，有好的一个能力，好好使用发挥出来很重要。我们身上器官也是啊，有好的器官，但是你能不能好好使用，使用的期限能不能把它拉长，这也是很大的一个学问。譬如说我们的脊椎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病人啊，这个病人你看脊椎就是这样很辛苦的一个状况啊，这就告诉我们现在几乎啊年龄大七十几岁，你照几个 X 光片来，哎，几乎这里都有这些固定的一些东西啊，表示我们对脊椎的一个爱护，对龙骨的一个爱护啊，还是不够。这个从小开始，那个姿势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啊。然后错误的姿势造成脊椎的一个压力很大的这个状况，这是肯定的一件事情啊。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往底下看，膝盖。所以从它的一个这个右边的膝盖相对还正常，这里这个关节的这个中间的一个软骨的一个宽度还好，这里啊已经是很靠近了，退化性膝关节炎产生出来，你看在这里，所以这样的一个疼痛也自然我们可以理解，所以这个就变成要换上人工膝关节啊，当然它活动也会受到帮忙，不过能不能use it well， 就是我们要把它好好的一个使用，这个还是很重要，所以多做这个动作，三七步往前，然后身体往上的时候，这就会让我们大腿的一个肌肉运动，让它这个力道强一点，强化，然后再有时候要做拉这个把它靠近伸直这样的一个动作，还有把它压下去的一个动作，就是收缩之间呢、啊，让它多做一些这样的一个肌肉的整个的一个调理，然后再对于这样的一个大腿的这个四头肌跟这个小腿。脚这个地方的一个肌肉，再给它做这样多一点活动的时候，就可以连带的使得我们的一个膝关节它使用的期限就可以拉长了。所以一定要靠别的东西，器官要靠肌肉来帮忙骨骼的完整。来，你收看这样的。